这个球出棒，吴普手有接到吗？看起来好像也没有打到。主审认定是没有打到，所以这并非是擦棒被捕，而是直接挥空，遭到了三振。三振。没打到。很明显的是，对，没有擦到三坏。这个球就挥棒落空，结果打者呢是遭到了三振，上来之后连投两 K。投的。高压哦，这个球投得很有水准。所以加上这两位打者，本季44局飙的率很高了。在五夺专位先发的情况下呢，这也算是。这个球这个挥棒落空，最后打者呢还是遭到投手的三振。那么结束了在9局下半中信兄弟的进攻，哎呦，现场有彩带抛下来了。哇，这看起来是有一些球迷不想。